拥有32以上围嘅鸭蛋，无论系打 MMA、出活动定系影眼照，都如出惊人。不过鸭蛋最近要封胸啦。早前在 G1 格斗会打撑死的阿蛋，昨天现身铜锣湾圣保禄医院，虽然全程耷低头玩电话，但看得出他精神坚麻麻。除了右手手腕黐住胶布，左胸位置还插着两条抽血水的胶管，原来是因为割了两粒瘤啊。冇事嘅，依家已經出院啦。係，見你其實啲眼神都幾攰喎。我可能係啱啱食咗啲藥，食咗啲抗生素，所以個人好似唔係好精神。係啦。阿蛋翻到屋企，即時喺 IG 報平安。不過你幾時發現呢兩粒瘤㗎？咁因為之前都唔打完比賽啦，咁因為周身傷，咁我都有去檢查，我就發現即係左胸有啲痛啦。咁我就。咁好彩，就系照 X-ray 啊，系咪超声波啊？啊，系啊，系超声波，冇错，就见到有两粒瘤。咁嗰阵时都好惊嘅，后屘就做咗个抽针嘅化验，就话系良性嘅。咁但系都叫我尽快即系抽个时间割咗佢啦。咁阿蛋仲话呢两粒瘤分别有1cm 同2.5cm 大，前晚做手术割咗噶啦。下星期就要复诊，希望你快啲好翻啦。